选美欧尼这气场真是不得了啊！首日晚间，许多艺人盛装出席在首尔的品牌活动，当娜穿着黑色礼服登场，薄纱的长裙隐约秀出美腿，小露性感。选美这天，穿着黑色亮片连身裤装现身，并秀出她的超细美腿，浅浅的一笑，气场就十分强大。孙艺珍穿着斜肩黑色礼服，简约的设计让欧尼看起来更加高雅和美丽呢。